哇哇哇哇哇！好消息，好消息哈！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BE 将会发布一个全新的这个产品哦，就是我们的 Zencoso Chewable Ball。所有吃过我们 Zencoso 的朋友呢，都知道我们的 Zencoso 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的这个 Zencoso Chewable Ball 呢，是完全升级版哦。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很期待，很期待这个产品的这个到来哦，因为非常非常的期待。我们昨天呢刚刚过了这个 TTT，所以呢在这里发布第一手的好消息给大家知道。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体上的所有的，我们每一天的这一个生理反应啊，我们眨眼啊，我们笑啊，我们讲话啊，我们思考啊，然后我们的动作，我们睡觉等等，都需要一连串的这一个酵素反应。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呢有这一些内在的这个酵素的，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所以这个产品呢，就是直接帮助我们启动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一些酵素啦，就是我们的这一个酵素催化剂的这个 Zencoso Chewable Ball，看到吗？哈，所以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这一个产品呢，结合了98种的这一个蔬菜水果，而且是来自地球两端的这一个，来自地球两端的这一个精选的这一个植物精华进行的这个组合的这个搭配，然后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所以来自这个巴西热带国家的这一个这个蔬菜水果，还有来自日本四季的这个植物哦。然后我们的整个特点呢是什么呢？我们有5个最主要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结合了98种的这一个植物精华，融合了8个的春夏秋冬的这个能量，8个的春夏秋冬，春夏秋冬，春夏秋冬，8个的天然植物发酵精华。所以听到这个就非常非常的珍贵了，因为是98种诶，而且呢不同的组合，不同的时间。然后不同的这一个不同的这个搭配等等，然后不同的时间进行的这一个发酵过程，它都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然后这98种的这个精选的这个植物呢，它是完全使用完全是天然发酵的哈，所以有38种的这个果实来自2个国家的这个苹果、香蕉、黄梨，来自这个日本的这个无花果。柿子，还有这个覆盆子，然后来自巴西的这个巴西莓、木瓜、卡梅果等等，然后17种蔬菜来自2个国家的这个莲藕、红萝卜、玉米，来自日本的这个芹菜、牛蒡，大家都很认识，然后来自巴西的这一个番茄、南瓜，20种的这一个谷类来自2个国家的这个黑芝麻，来自日本的这个薏米、小米和薏仁，然后来自这个巴西的这个红豆、扁豆、豌豆、燕麦等11种草本植物。来自这个日本的这个紫苏，来自巴西的这个肉桂、香茅、瓜拉纳等，然后12种其他的原料来自2个国家的昆布，然后这个来自日本的这个洋西菜、冲绳岛的这个黑砂糖，然后来自巴西的这个香菇、巴西蘑菇，还有巴西坚果等等。所以一听到这些，我们都觉得流口水呀，非常非常的珍贵啊，而且是经过了半年的天然发酵能量，半年哦，半年的完整哦，所以里面有丰富的这个辅因子和辅酵素的这个精华，就是我们的 cofactor coenzyme，有效的让我们的身体启动我们身体的这一些代谢功能、酵素功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产品来的。然后最重要呢，它是超小分子，非常非常的小，让我们的身体更容易的这一个吸收。然后它是用这个，然后我们的这个 Zencoso Chewable Ball 呢，是用这个日本独特的这个科技哦。然后这个科技呢，是几时呢？是已经是在1979年呢，就已经开始拥有的这个科技到现在哦。所以是非常非常独特的这一个科技呢，这个传统的这个技术呢，让它压缩变成粒状、球状。然后方便携带，然后最重要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咀嚼的这个方式呢，释放出我们的这一个辅因子和辅酵素，进行多一步的这一个消化，然后还可以刺激我们的这个感官，还有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了。所以吃我们的 Zencoso Ball 呢，还有其他的好处的哦。然后当然帮助这个高抗氧化，
然后针对这个肠胃的这个问题啊，蠕动的问题呢，其实有效的帮助，还可以调节这个血糖、血脂、血这个啊这个胆固醇，甚至这个血的这个浓度啊。所以当然这方面呢，如果你们要知道细节的话呢，就可以 PM 来了解了。所以很有效的帮助新陈代谢，因为其实谁适合吃？小孩啊，帮助这个营养的吸收啊，然后呢大人呢可以让我们维持这个健康的这一个血糖、血压和血脂。这样当然老年人呢，我们家里的这个爸爸妈妈长辈们可以帮助什么？强化甚至让我们的这个维持身体的各种的这个机能，这样当然孕妇当然是更加好的，因为可以帮助妈妈和孩子的这一个活力啊。所以我们的这个 Zencosorbo 呢即将要推出，隆重的推出市场了，5月7号就是我们第一次的这一个 pre-launch， 其实非常的限量啦。然后呢我们6月呢才会全世界的这个同步的这个发售，一定要守住我们所有的好消息哦。我的分享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